灵芝的话，它基本上就是夏天开始，就是春天温度在25度以上，可以萌发有一些新的菌丝，到了夏天它可以长出来。山上，你像我们那个九峰那边啊，你包括五大的那个珞珈山呢，还有龟山、蛇山呢，它们上面的应该都有，只要是有那个容易长蘑菇啊这些地方，有些枯树桩子都可以有常见的。没必要去采这个，你观赏一下可以。你就是注意山地，注意安全呐、啊，就是蚊虫叮咬的一些防范措施啊。灵芝不能直接吃啊，其实它可以入药吧，但是也不要随便搞，因为它菌类的，它被虫子咬了以后长一些杂菌的话，搞不好就有毒啊什么的，不能随便瞎吃的，尤其是真菌类的，它属于真菌嘛。你这又不能入药，你要入药的话，要到药店去买那个正规的那个。